加奈烤鸡三明治美式跟 B 值的红茶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分尝一看哦。OK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上高铁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来吃个早餐，然后帮我女朋友买了一杯乐美式，因为她说她水肿，所以她要喝乐美式消肿。那我就老样子喝红茶拿铁，然后配一个烤鸡三明治。OK， 这是我们去台中前的一个小早餐。好了。我们没有买他的，因为他说他不要，所以就买一个我要吃的，然后等一下跟他一起吃这个，然后再到台中之后就去乱晃乱吃。OK， 我们台中见，拜拜。OK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台中了，好不好？现在这台中这个天气呢，感觉等一下就是会一个倾盆大雨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这个都已经看完这个气象预报，雨伞都给它准备好了。OK， 那现在呢，想说难得来台中，又在这个大草皮，因为平常华山的人真的太多，那我们这台中人不多，我们现在来拍一个 special 的画面给各位，来帮我拿一下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各位一个非常帅气的一个女友视角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你要准备了吗？你要跟上我的节奏，可不可以？跟着你男朋友的 tempo。你现在不想理我，连话都不想搭，对不对？人台是不讲话，好像都跟着我的脚步。各位，你知道很多新兴学子们都很像嘛，跟我这帅气的小胖子在一起，然后他们就纯粹很会幻想我。那我今天就是来做一个这种女友视角，你们看到我这样跟你们这样玩。然后看我女朋友，她现在脸很不屑的牵住我。我跟你们讲，这真的是她其实心中的雀跃呢。我相信是非常的开心，好不好？她在装而已。来，我们现在去追小鸟。各位看，有时候小的时候我们去那种看那种国外的一些那种公园那种鸽子，有没有？但台湾没有，台湾有麻雀。我们这边有麻雀，我们去追麻雀。来喽！她是看到我吓到之类，是不是？对吗 ？OK， 我们去追麻雀。等一下，有点累，我发现。拍这种视角人，他们很有体力，我不行哎、欸。而且今天还算凉，如果今天热一点的话，我会很痛苦。各位，好吧，来啊，各位，我们让你们，让你们有一个女友视角，帅不帅？对不对？可以问我女朋友，她每天都在看，看的应该看的不会腻，对不对？不会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刚尴尬一分多钟，快两分钟的时间，我们现在去吃冰了。我刚刚说跟人家冰叫什么名字啊？何日手做了，反正就是吃雪花冰跟马吉烧样子，然后是吧？反正，跑了这一下，我觉得卡路里消耗大概300大卡了，我觉得可以去吃一下。OK， 我们先去吃个雪花冰，然后待会3点，紫园店的乌马见，拜拜。原底店不是紫园，那紫园在哪里啊？没有紫园吗？紫园是什么东西 ？OK， 我帮他乱取店名啊，原底店对不对？好，原底店见。
成熟一点，这样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。那可以吃这个吗？要。啊，但那个那另外，再换一台。哦，谢谢。吃的很多深的。OK， 各位，我们吃完了乌马，我们准备离开台中了。今天就是我们的台中一日快闪，好不好？赞了。OK， 这是风景，在这边吃一个乌马就要走了，然后逛一下那个草屋道 ，OK 吧 ？OK 啊。好逛吗？还不错。天气不错。对。还有个小市集。有天气不错吗？我们刚好在室外的时候天气都不错。对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天短，就这样。那这个下次吃乌马的话，我不会再点牛小排了，因为有点油，应该吃一点板栗或者那个猪鸡混合那种的。OK， 就这样，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